上下五千年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欢迎来到千灵天下，我是关逸谦。今天要讲的是后汉影帝柴荣与鸿海董事长刘阳伟的前世今生。唐末朱温杀唐昭宗，废唐哀帝，自立为帝，史称后梁。唐朝王后九个节度使都自立为国，形成了五代十国班正型的朝代。后汉开国功臣枢密使郭威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顾命大臣之一。刘知远崩后，其子刘承佑继位，视为后汉影帝。但是重臣杨斌总机政，却暗中辅佐刘知远的养子刘英为帝。郭威护少帝刘承佑逃离刘英的追杀。影帝的替身死于追杀中，郭威的家人及奴仆也被杀。后汉影帝改名为柴荣，成为郭威的养子。柴荣一路隐姓埋名，摆摊算命，往义父郭威营中奔去。此情此景，正是目前关逸谦讲座的前世今生。愿听先生指点。客官，尽管北上偷军，
欲郭而止，那里便是客官腾飞之地。欲郭而止，算卦先生啊，你怎么这事咋了？我是柴荣，郭大元帅乃是我的义父。哦，失敬失敬。此段赵匡胤问世柴荣，正是当年国民党败走，毛泽东与郭沫若去拜访以鬼谷子传人问前程的前世今生。那位高人正是躲在御茶园的摄政王载沣，化名罗阳度。载沣正是柴荣的转世。本帅听我儿言起贤侄，乃一大智大勇、仗义疏财的豪杰。现如今，你们结拜为义兄义弟，归到本帅帐下，本帅是如虎添翼。大帅，谭州王英将军派小人送来密信。奸臣苏逢吉进谗言杀害了史阳二公，还杀害了我和王建军的满门。他马来报说皇上已下了密诏，还要杀害我和王建军。大帅，还等什么？不如杀进京城，废了昏君。本帅已下令全体将士杀回东京。昏君无能，奸臣当道，理应回京杀了昏君。皇帝有他做的，也有我们做的。副帅，不如就当个皇帝，怕他什么？父亲，这是大家的心愿。父亲，你下决心吧。将军，别再犹豫了。请。柴荣皇袍加身郭威，建立后周，即后周太祖。周王曹彬是后周太祖郭威张贵妃的外甥，后汉时曾任承德军牙将。曹彬严于治军，尤重军纪。后周时受到侍中柴荣的赏识，曾先后上任潼关监军、奉诏出使吴越、四方管事、晋州兵马都监、引进使。柴荣在位六年，南征北战，西败后蜀，夺取秦凤城街四州，南摧南唐，进得江北淮南十四州。曹彬均伴随着侍中左右。公元960年，赵匡胤的禁军发动陈桥兵变，永立赵匡胤为皇，
是为宋太祖。周公帝柴宗训禅让帝位后周王。训儿，训吧。赵匡胤，天命所在，苍生所系，至少年幼，禅让于赵匡胤。微臣奉旨显。此段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禅位的前世今生。溥仪就是周公帝柴宗训的转世，摄政王载沣就是后周世宗柴荣的转世。其实柴荣事先获知赵匡胤有二心而诈死，赶回开封府时已晚，只好坐回开封府府尹，隐身埋名，成为包青天包拯。曹兵也只好变身永历大宋王朝。宋太祖建隆二年，曹兵转客神使，与王前斌、郭靖领步骑万余人攻越平县，降北汉将王超、侯霸荣等1800人。太祖乾德初改任左神武将军，充内省客使。乾德二年，率军灭后蜀，以不滥杀著称。曹爱卿，臣在。此次平蜀，你们东路军不但所向无敌，而且军纪严明，这都是你这个监军尽职尽责呀。陛下，臣不过是奉诏行事，不必过奖。王全斌等人有负众望，乱杀无辜，造成大乱，还是多亏你们东路军才得平定乱兵，其功甚大，朕要重赏你们。北路军有功在前，先入成都，如今北路军诸将都已获罪，陛下若只赏我等，臣不敢受之。不，有罪则罚，有功则赏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曹爱卿功大而不自傲，是让朕佩服。如果我朝大臣皆如爱卿，朕心何忧啊。如此臣谢陛下。哈，听说你回来时行李中只有衣物和书记，这倒是实情。难得呀，难得。曹彬就是刘阳伟的前身。清末旧桂系军阀将领莫荣兴正是曹彬的转世。明武宗时的吏部尚书刘建也是刘阳伟的前身。道圣一枝梅中天机门的柳书正是刘建的化名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集再会。若喜欢这个视频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关毅谦精彩的前世今生讲座。